为着要减少流浪动物的问题，基地乡公所特别结合台湾动物保育协进会，举办免费的结扎、晶片植入、甲消高病注射的三合一活动，吸引大约八十几个乡民来报名参加。对此协会表示，不管是想要饲，也是已经有饲宠物的民众，希望大家会当用领养代替购买，以节育代替破产，共同来爱护生命，维护环境的整洁。溪堤乡无动物病院，对饲宠物的民众来讲真无方便。溪堤乡公所结合台湾动物保育协进会，举办三合一的活动，乡民真肯定。阿兰迪真卡呢？这个兽医院是不是有需要？真正有需要，系啊！你看，较侪，今日就遮侪人咯，遮侪人来带伊个宠物来结扎，对无？所以你想今年要去加多？去加多？拉布拉多导盲犬，就跟他结扎比较好啦。对啊，比较不会乱生，而且不会到处跑。台湾动物保育协进会表示，为着要防范流浪动物的问题，103年至今。已经帮助7556只动物来绝育，这次安排4位兽医先下乡来服务。我们边啊，遐个流浪狗甲流浪猫，都住伫阮厝边。啊，流浪猫即类生四只，啊，流浪狗就是阮的是公的，啊，伊啊，迄母的是流浪狗，啊，伊来啊，所以生八只。啊，这个情形会互咱足困扰。对啊，因为你细只大只，大只都变流浪狗，啊，都会帮人家饲，迄无人饲养。是我们认养代替购买啦。对啊，结扎代替扑杀。对啊，狗狗一定，狗狗、猫咪都一定要结扎。只要母的，他们没有结扎，以后老了都会有子宫蓄脓的问题，那对他们来讲，生命上都会有很大的危险。为了要鼓励民众参加活动，响应爱护动物的观念，溪堤乡公所有送礼物。啊，今日吼报名真踊跃吼，咱除了公所讲啊前30名有这个啊礼券的这个啊津贴以外吼，咱今日报名的只数嘛将近达到啊80只的这个只数吼，啊，咱希望讲啊这个啊流浪狗吼，甲这个咱的家犬吼，连工吼未死计生团，啊，让咱明年吼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安尼。除了今日的三合一的活动，7月16、17、18，伫东港、强河、水社、头社、大雁、五城。还有6场的免费消狗病预防注射、动物的晶片注入，请乡亲要把握时间前往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